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我们看课本130页。好，讲到评判啊，这个部派里面讲佛啊出世，那么多久才一次啊？那有没有十方三世佛啊？这个好，那现在说，如经中说，无量岁中，佛时时出啊。那我们前面说过啊，这个如果依部派的说法啊，好几节里面都没有佛啊，那一到八节没有佛，第九小节啊，这个六万岁、四万岁、两万岁跟一百岁的时候有佛啊，那十到第十节啊，只有八万岁有佛，一尊佛而已啊，那十一节到十四节都没有，十五节有佛。十六节到十九节又没有啊，二十节也一尊佛，那么一小节都要一千多万岁啊，一千三百多万岁啊，一小节啊，那所以这个这里讲啊，无量岁中啊，乃才有佛啊，那么出现啊，譬如阿檀婆罗树花。时时一出啊，那么这个阿檀婆罗树花啊，那一般都叫做优檀花啊。那阿含经或大圣经典里面，其实也都说啊，常常都有啊，这个佛出世就像优檀波花啊，或者优檀波罗花。或者优檀波罗树花啊，那么有些会把优檀波罗讲成类似像啊这莲花啊，但是它是一棵树啊，因为它这里明显就写优阿檀婆罗树，那有时候翻作优檀波罗树啊，那优檀波罗树没有花吗？啊，它有些就变成啊。后来不知道传到哪里，变成那个长在墙壁有一棵小小的啊，说几千年一次啊，那个不是，那个是一棵树啊。那这棵树其实是我们很常见的啊，以前像是也种一棵啊，现在好像砍掉了啊，我有种一棵。那这个是基本上有一点像榕树这样，它叫巨果榕啊。巨果榕它是无花果类的，它的花不是没有，它的花开在里面啊，除非突变变种，要不然你看不到它的花啊。所以这个花又叫做优檀花啊，它是属于无花果类的，就是它那个果，它那个结果会长在树干的，长在树干的啊。那所以它不是没有花，都像无花果一样，无花果不是没有花，无花果的花长在里面包起来，你看不见。那所以除非突变你才看得到它花，它很难得啊，一般正常的是没有花的啊。所以啊，那它这个树不难见啊，但是这个花不是没有，就是它不容易看到啊，你看到它的花。它叫做巨果榕啊，巨就是团聚的聚啊，水果的果，榕树的榕啊，这是根据研究了啊。所以一般我们如果没有看到它写这个树，都会觉得啊，优檀波花，就会觉得是好像是千年花什么花啊，不是啊。那这种形容词在经论里面很常见
啊，比如说长安的游行经，如来时时出现，如幽潭波花时时一现，啊，就像这里啊，这里他没有写啊，没有引用啊，但是很多经论里面都有这么说啊，比如说游行经，长安的游行经啊，那么这个法华经也是这样啊，诸佛如来时时来说之，就这样的妙法，诸佛如来才说啊，如幽潭波花时一现，偶尔才见得到。啊，那所以这个佛难得子如幽潭波罗花啊，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的啊，只是说经典里面最常说的就是第一个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啊，后来就有很多难了 啊，人生有五难，有二十难啊，然后本来是四十三经里面人生有五难，后来就人生二十难，佛法难闻，人生难得啊。然后这个《无量寿经》里面啊就有九难啊，也一样啊。那么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很难得看到啊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啊。反正就开始讲它的殊胜了啊。像我们啊一开始念的《开经偈》也是在强调这个啊，无上甚深微妙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那么这个是要佛出现。第一个要佛出现才听得到佛法，那么第二个即使佛出现你都不一定听得到佛法啊，就是说佛出现已经很难了，那么你能够听到佛法那更难啊，因为佛出现你不一定在啊，那你不一定在中国，就是在佛出现的地方，佛出现的时间你不一定在，佛出现就很难了，但是佛出现的时间你不一定也出现啊，你可能在地狱，可能在天上，可能在他方世界没有佛的地方，可能在北俱芦洲啊，那你不一定在，那佛出现的时间你在，你也出世，但是你不一定出现在有佛法的地方啊，你在边地，那么就算你也出现在有佛法的地方，有佛出现的时代你出现了，有佛出现的地方你出现了，你也有可能因为看不见听不见啊，那么乃至于四字变聪你不信，你也不能遇到佛法，不能相信佛法，不能修学佛法，所以它叫做八难嘛啊。那这里都，但是这里单单指佛出现，单单指佛出现就要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你不要讲什么了啊！释迦佛是第九小劫，如果一部派来讲，释迦佛是第九小劫，这个弥勒佛是第十小劫啊，第十小劫的中间啊，释迦佛是第九小劫的后代后面，那照理讲第九小劫末了啊，因为人寿十岁到八万四千岁，又从八万四千岁减到十岁，这样是一小劫，他已经现在已经简洁了啊！如果照一般的佛法说，现在已经简洁了，减到一百岁，一百岁现在又过两千五百人，减到七十五岁了。好，就减到十岁的时候，这个劫就过了、哦，第九小劫就过完了，然后再从第十劫的开始，从第十小劫，从十岁一百年加一岁，一百年加一岁，加到八万四千岁，啊，那就八百万四千岁嘛，因为八万一百年乘以一百，啊，就八百万嘛，啊，那前面八百万，后面八百万就一千六百万嘛，啊，那么所以一百年加一岁，八万四千岁，啊，所以你基本上这样已经是第九小节的尾巴。到第十劫的中间都那么远啊，如果有些人跟他算是有些剩几亿年啊，那么都要那么远，已经是第九小劫到第十劫的中间都要那么久，何况前面第一到第八劫都没有佛，第十一到第十四劫都没有佛啊，你看那能要多久啊，那当然这个是从部派的观点来说的啊，就一般的说法啊，那即使是大圣经典也是这么说，也是佛难值难遇
啊，但并不是真的这么，就是他这个是，就是说佛会不会出现，当然跟众生啊的善根成不成熟有关系，跟善根 跟这个善众生有没有善缘，有没有法缘啊有关系。好，那这里来讲啊，那我们说如优昙波罗树化，那我们说这个其实是巨果龙啊，那所以叫做优昙波罗，就现在研究起来它是巨果龙啊。那么写一下，但大家不晓得啊啊，它是无花果类的，无花果类的，它那个水，它那个它会结一颗一颗啊，它像榕树的那个种子，但是它大颗一点啊。以前我也有种一颗啊。好，那这个他说，因为经典里面其实很多经都这么说了啊，这个都在讲佛难子难遇。啊，他说若十方佛充满，那么假设三世十方都很多佛啊，现在也十方佛，那佛就怎么样，佛就很容易遇到，因为十方都有佛啊，那么就不叫做难子啊。那经典为什么要这么说啊？他就回答啊，他说不是这样的，这个是指一个大千世界，前面已经讲过了，那一个大千世界有一尊佛，但是有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，当然有无量无边的佛啊，那当然时时都有佛啊，啊，因为有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啊，那世界何其多啊，啊，那你这个世界那么长的时间才一千尊佛，可是有一千万一百万无量无边恒河沙的世界，那怎么可能在这个时间内，在那么长的时间，怎么只有可能，怎么那么难止呢？这个世界没佛，他方世界有佛啊，啊，他方世界现在啊，这边有佛，这边没佛，那边有佛，很多地方，很多地方，啊，就好像啊，很简单嘛，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很久才有一个小孩出生，可是那么多地方，一千一万十几百万个地方，时时都有人出生啊，那么现在。正在讲的时候，又有多少人出生了？只是不在你的范围里面而已嘛，啊，那么类似像这样，好，所以啊，他说这个是指一个大千世界中一佛的化区嘛，啊，而且从这个娑婆世界讲啊，那么佛无量岁时出啊，就是偶尔才有出现一个啦，啊，时出就是。非常难得啊，偶尔才有一个啊，不言一切十方世界中啊，那很难出现，没有，是指这个大千世界啊。那第二个，之所以这样啊，亦为罪人不知恭敬，不勤精进求道，以是故语言。那也有啊，是因为啊。那么这个众生啊，觉得时时都有佛啊，所以他就不会精进了啊。所以佛无量岁时时一出，时时都有佛，你就会觉得那没关系啦啊，因为时时有佛嘛，所以我不急着修行，因为我明天修，后天修啊，我明年修，后年修，我下辈子再来修也没关系啊。啊，阿含经就有这个故事啊，啊，有一个国王。忘记是哪一本了，我是印象中记得的啊。那么他去见佛啊，他就跟佛说啊，他说这个世尊啊，这个过去有没有佛出世呢？他说佛释迦佛就说有的啊，过去有很多佛出世啊，他就很关心哦，那么好啊。那没多久他又问，那未来有没有很多尊佛呢？未来也有很多尊佛出世哦，他就很欢喜，因为啊，未来也有很多嘛，过去很多，未来很多，所以他未来不怕一去不见佛了啊。但是他就要走了，后来他又想想，过去有很多佛，未来有很多佛啊，那我现在遇见佛了，我为什么不好好把握呢？啊，那么如果我现在不把握，我未来佛来的时候，我也一样不把握啊，啊，我也一样没有得到利益啊。
那么，所以过去也有很多佛，未来也有很多佛。但是，即使啊，我们说，即使你未来也会遇到佛，你不一定遇到佛。但是，即使未来遇到佛，你也不一定就会修行啊。因为你如果觉得啊，时时都有佛，今天我们也一样啊。今天我们用功之所以不能精进，有时候就会觉得啊，反正时间还那么长。我明天修也可以，我后天修也可以，啊，那有些人就会觉得，等我有空的时候，等我有闲的时候，等我有钱的时候，等我身体好的时候，啊，那么等我事情处理完的时候，反正不是等这个就是等那个啊，啊，但是修行其实身体不好的时候也可以修，身体健康的时候也可以修。穷的时候也可以修，没有富有的时候也可以修，事情正忙的时候正好修，事情不忙正悠闲的时候也正可以修。其实修行其实就是那个心在面对那个境的时候，那个境不管是好的不好的，你时间上有空的没空的，这个境界是殊胜的不殊胜的，你怎么样让你的心不随着境界转，你怎么样在这一些现象中看出它无常有为的实相，那么了解一切的烦恼都是随着因缘生，一切的境界也是随着因缘生，你怎么样体会这个而已，它跟你有事没事，有钱没钱，有病没病，有人护持没人护持没关系。你不是说啊，我病了我不能修，病了正好修。为什么？佛陀时时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身体如病如痈如刺如伤恼害。那么那个时候你没病的时候，你还只能观如病想象中的。现在有病了、啊。不用观，直接体会，不是更深刻吗？啊，那么这个你对无常感的那个体会更深，当然你平常就要训练。如果你平常不训练，那个苦的境界来的时候，你是提不起那个心力的，你是有心无力的，啊，那所以你现在正好可以修，啊，所以儒家也是这样啊。君子不是在凡事准备好的时候他才是君子，行富贵啊，处富贵行乎富贵，处贫贱行乎贫贱啊。那么基本上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境地，你都是可以修行的啊。但是一开始当然啊，要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，比较没干扰，因为你的心没力量，你的心有力量，随时随处都可修行，在一切时一切处对一切境的时候不起一切烦恼，那这当然是最殊胜的。就好像二十一而讲的六入处常对不能动其心，心常不能动其心，这个心怎么样？心常住坚固地观法身妙，时常看到无常无我啊，就是你的六根经常面对六境，我们睡觉起来六根都在对六尘啊，睡觉的时候意对法尘一样，梦里面也有境界，那你一样会起心动念啊，你一样会起心动念。那么你在起心动念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修行的时候，因为修行第一个就是控制自己的心不起烦恼，调伏自己的心没有妄想啊。那么这个慢慢慢慢啊，知道一切境界的无常无我缘起无自性，那么你是从这样修的啊。所以有些人会误会啊，有些人都在等啊，那因为这样所以会放逸，会不精进，通常不容易啦，但是要不断不断的策励自己啊啊。那么一般你说要真正体会也不是那么容易啊，但是就是总是要不断不断的告诉自己，勉而为之啦啊，始则勉强，终则泰然嘛。好，所以他这里讲啊，义为罪人，罪人不是说他犯罪啊，不是
啊，而是啊，他起烦恼，起烦恼造业啊，那么有生死啊，这基本上就是罪，罪是罪业，生死是最大的罪业，啊、那么就是凡夫了啊。那么一般的凡夫，愚痴无闻凡夫啊，那么不知道啊，对法的恭敬，也不勤求精进求道，所以为了啊，这个在大乘经里面也有讲啊，如果佛不是要度众生吗？佛不是可以寿命很长啊？为什么那么早就走了啊？那么因为如果佛一直住在这个世界，那么很多众生会觉得，反正佛一直都在，反正佛一直都在啊，他没有那个难遭遇想啊，所以他也不会努力用功啊，所以反而让众生不会精进修行。那么佛在也没有办法，佛没有办法直接让你解脱，佛是引导你，让你有出离心，让你有难遭遇的心，那么这样你才会用功啊。那么很多经典也是有这么说的。好，所以他这里讲啊，因为对一些凡夫来说啊，那么佛时时出现，那么其实也不利于这个众生的解脱了啊。那你看释迦佛在印度舍卫城佛住了二十几年啊，这个在后面也有讲啊，卷九的时候啊，舍卫城佛住了二十几年，那么舍卫城有九亿的人，九亿就九十万了啊，那么一亿十万啊，有九十万的人，那么三分之一的人学佛而已，就是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有佛，三一分之一的人知道有佛不学佛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学佛啊，众生的因缘啊。那么这个卷九这里也有在讲众生的这种因缘啊，那么他都要再来看一下啊。所以并不是说啊，那么有佛出世，那么你就啊，你就一定啊可以得解脱啊，没有。释迦佛的弟子很多，也有些没有解脱的，也有些堕三恶道的啊，甚至啊，你看提婆达多就堕地狱了啊。所以啊，并不是说啊，佛时时在，那么我们就是众生就比较能够得到利益啊，也没有。我来看他啊，他这里啊，我来看他这里有没有。好，我们看课本啊，251页。251页这里啊，有讲到佛难辞难遇，而实在有，虽然说佛难辞难遇，但是实在是有十方佛的啊。那么说难辞难遇是为什么？我们可以对照看啊，你看。所以他这里讲啊，这个可以跟我们这边对照看啊。你看这个，他说虽然佛难辞遇，而实有十方佛，为罪重者说佛是难辞啊。所以这里就是在讲啊，为诸罪人啊，就是他烦恼比较重的啊，我把它写一下。他说啊，佛言一世难辞，是佛世尊啊，如奴眼啊，就是说佛很难得出世。那前面也有啊，一世界中没有两尊佛啊，就是我们可以对照看的啊，但是这个讲到这边再来讲啊，但是这里啊，这里先看这个。他说又言九十一劫三劫有佛啊，余劫皆空无佛，甚可怜悯。那这个佛为此重罪不，佛为此重罪不重见佛善根的人啊，见佛要有善根。那后面也会讲到这里，
啊，就见佛要善根，没有善根其实是啊见不到佛啊。那么那般若经会强调啊，那么你没有多见佛，你没有多见佛，你就没有办法多闻法，你没有办法多闻法，你就没有办法多种善根，你没有办法多种善根，你就没有办法多亲近善知识，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听到这个佛说的甚深的般若，而能够体会，能够明白啊，这个叫做速习三多嘛。好，那你我们来看，他说佛是男子如优昙般若树花啊，时时亦有啊。这里又讲到这里，如是罪人轮转三恶道啊，你要造恶业啊，多三恶道了，或在人天中啊。所以这个罪人啊，其实就凡夫啦，他有时候在三恶道，有时候在人天啊，就五道嘛，或者六道嘛。啊，那这里讲五道啊，人天跟三恶道就五道嘛。佛出世的时候，就算他身为人，就算他身为人，佛出现了，但是他的人，这个人，他可能在三恶道，可能在人天。那么就算在人，他也不一定在有佛的地方，有佛的地方，他不一定见得到佛啊，边地吗？那即使见到佛了，他也不一定信。啊，佛时代有很多六十外道，他也不信啊。啊，舍利佛目犍连没见到佛，他就信佛了。他单单听到马正比丘，他就相信佛了。但是啊，这个他的师父还有他的很多师兄弟，啊，善若仪吗？啊，他跟他讲了，他也不信。啊，那所以这个佛出世时，其人不见。啊，那么如说舍卫城中有九亿家。啊，就九十万嘛，一亿是十万，那一个城市大概有一百万，差不多。那个即使在古代，现在有一百万的都市也叫大都市，啊，那好像单单台南也不到一百万啊，屏东也没有啊，台南现在应该有了啊，那现在把台南县合进去，都台南市应该就比较多了啊，但是以前也没这么大了啊，那台北市都是超过百万的了啊。大都市如果是比较像六都的话，我们台湾六都的话，基本上，啊，不知道六都有没有都超过百万，好像应该也没有。比较多的话，桃园不知道有没有啊？现在就是都扩大了啊，人数增加了。那么九亿家啊，就九十万了，就一亿十万。当然，这一亿到底多少？各个经典看看，你看是什么经？有时候是十万，有时候是百万，有时候是千万，有时候是万万啊，不一定啊。那么，但是这里很明显的就是十万，啊，过十万亿佛土，那个亿也是十万啊，就是就十万佛土。三亿家眼见佛，啊，三分之一的人九亿吗？啊，九十万吗？三十万的人，三十万的人见佛，三十万的人听闻有佛，但是没有见佛，啊，那么三亿家不闻不见。啊，单单他从见闻来讲，其实就是只有三亿家见佛。那么，如果他要照这样讲，那见佛的人也不一定信佛啊。那么，其中有三亿，三分之一的人根本佛都在舍卫城活动，活动量是很大的。那么，就算没有见过佛，那见过佛弟子吧？佛弟子会讲佛吧？知道那个是佛弟子，知道是佛的弟子，那就知道有佛啊，是不是这样？那舍利佛、目犍连那么多阿罗汉在舍卫城活动量那么大，有一些人也不知道有佛，不闻不见，但有一些人只听到哦，这个佛弟子听说他师父是佛怎样怎样，那么他眼不见啊，那么有一些是眼见佛啊，那基本上啊，就是我们如果说啊信佛不信佛来讲啊，这个三分之一的人信佛啊，三分之一的人。不信佛，那么有三分之一的人根本不知道有佛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，啊，所以他说在舍卫国二十五年，这里很明显写说二十五年，就舍卫城二十几年，啊，那所以都还有没有见过佛的，啊，所以他这里讲啊，佛难得子，后面就讲啊，其他人就不用讲了，啊，如优昙般若树花，啊。那他又后面举一个例子，好像虽然常常下雨啊，就台湾下雨的几率也蛮高的啊，但是这个娑婆世界每一个地方都这边不下，那边下，
啊，那常常都有相啊，那么处处易得，但是恶鬼也不能饮啊，常常口渴啊，不能得饮啊。好，那后面这里其实可以跟这里对照看啊，那么讲有十方佛啦啊，这边啊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啊。好，这里也都是在讲有十方佛啊，那么为什么有十方佛啊？那好，我们再换位了啊，就讲到这里的时候再来讲，不过对照看会更清楚了。好，那所以他这里说啊，这个因为啊，这个如果啊佛迟迟出现，那么这些烦恼的众生、愚痴无闻的凡夫啊，就会不精进了。好，那就说又此众生重罪报故，堕恶道中，无量劫尚不闻佛名，何况见佛啊？万一堕了恶道，恶道时间都很长啊。那么畜生的话，一起的寿命不长，但是要做很多次的众生，通常都叫做五百世或叫做五百劫啊。那么就是很多世的众生啊，比如说做一只蚊子啊，一只蚊子顶多两个礼拜吧，最长一个月吧啊。但是你要做几十万、几百万次啊，那么所以啊，那时间也长。那么堕恶道中，如果说堕地狱，那就更长了啊，一个无间地狱。啊，好几大劫，啊，那如果升到非想非非想天，啊，那么你看啊，这个佛的教跟他修禅定的两个老师啊，阿罗罗迦兰、闼婆罗摩罗子，一个生无所有处天，无所有处天的寿命四万大劫，一个生非想非非想天，非想非非想天的寿命八万大劫。一大劫就一千尊佛，如果照部派的说法，一大劫就一千尊佛，啊，一千尊佛啊，而且我们现在才四次有佛而已，五次最多啊，它基本上就四次有佛而已。那一千尊佛出世，一万大劫一千尊佛出世，他八万大劫，不是一万大劫，一大劫一千尊佛出世，一大劫哦，他的寿命。四万大劫，八万大劫，那你再乘以一万，四万跟八万就好了。一大劫，一大劫，啊，一大劫就成住坏空嘛。那成住坏空里面，一般来讲只有住劫有人嘛，啊，所以基本上是啊，二十小劫里面是一中劫嘛，啊，成住坏空是个中劫嘛，那只有住劫有人，所以这样算起来就是啊，那么成坏空也是哦。也是在里面，但这个都没有佛的哦，因为没有众生啊，这个世界没有众生啊，啊，所以那么再加上去乘以四，啊，那么再加上去乘以八万大劫，四万大劫，你看多长？那么多尊佛过去了，他都还在里面不见佛啊，比如说啊，升到非想非非想天的，所以有八难之里面有一个长寿天嘛，升到非想非非想天的啊。那么升到无色界天的，啊，那么闼婆罗摩罗子、阿罗罗迦兰，啊，然后八万大劫，释迦佛已经入灭2500年了，他现在还没过到他生命的几百万分之一，你看，等到弥勒佛再来的时候，他都还过不到万分之一的寿命，还过不到百万分之一哦，没有哦，因为他八万嘛。啊，那么八万大劫，他都还过不到百万分之一，那他能够遇到佛吗？那么多尊佛过去了，他都还在禅定中。那么地狱的话，无间地狱的话，那么有可能无间地狱比那个八万大劫还长哦，还长啊，要很久很久很久啊之后才出来啊。所以从这样来看啊，从这样来看。无量劫尚不闻佛名，啊，如果堕恶道了，那如果生无色界天也一样哦，啊，生无色界天也一样，啊，那么都不闻佛名，何况见佛？以是人故，为了这种人说佛出世难，
啊，那后面第九卷里面也讲到这个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大概先说这里。好，那另外一个，如果现在就有十方佛，为什么佛不就是发愿要度众生吗？你说现在有十方佛，为什么佛不来度众生？啊，那讲简单的啊，就这个千佛就好了，每一尊佛负责一千个啊，这众生很快就度完了啊。那不是这样子的啊。我们来看，他说，若现在十方多有诸佛菩萨，今一切众生罪恶苦恼，何以不来度之？为什么不来度呢？好，那他说，众生无量阿僧祇劫，罪垢深厚，虽有种种余福，无见佛的功德啊，故不见佛啊。就是要遇见佛，执佛出世，能够见佛，能够信佛，欢喜信受。那欢喜信受，还要依教奉行，如说修行。那么这个是不容易的。那你不如说修行，你即使闻法欢喜，你也是不能得解脱，还是不能得度啊。那我们说，就是从如是我闻啊，就是如是我闻，就是我亲自听佛这样说吗？就遇见佛出世才能如是我闻吗？从如是我闻，那么你还要经如理思维啊。我们说修行是从如是我闻到如理修闻，如理思维，从如理思维到如说修行。从如说修行到如实之见啊，我们说修行是这样子嘛。那么这一关一关都，你如果没有，那就是你就不能得解脱啊。解脱是如实知如实见嘛，解脱的话是如实知如实见，就是得度了，解脱才得度啊。那么佛度众生啊，是要让众生得解脱。那让众生得解脱，众生必须见真理，断烦恼，断惑证真，才能得解脱。那么，得解脱基本上啊，就是如实知、如实见啊。这我们之前有说过啊，如实知、如实见啊，如实知、如实见，如是因、如是果啊。那如是因、如是果就是什么啊？有因有缘，世间起。世间起，有因有缘世间起，有因有缘世间灭，啊，就是缘起无我啊，啊，这个是因，有因有缘，世间起，世间是果，啊，有情世间吗？啊，世间起，啊，那么有因有缘世间灭，啊，你要如实知啊，啊，所以从这个如实知、如实见、如实知见，啊，那么。你前面是什么？这个所以叫做如实之见嘛，啊，这个是解脱来讲。那你必须要如说修行，如佛所说的，因为佛会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得解脱。诸佛不以水洗戒啊，水洗罪，亦非以手除众苦。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，这个是很有名的，很有名的。其实佛说法的目的啊，啊，写一下好了，啊，先把这个写完再写好了。那么如说修行，那么如说修行是从什么？你要知道佛真正告诉你的意思啊，不管是经律论，基本上他的修行的宗旨跟理论，修行的次第跟方法，你必须了解啊。所以你要经过如理思维，佛这样讲，你却是那样想。佛这样说，你却是那样做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你就不如说修行啊，啊，那么你不如说修行，是因为你不如理思维，你想错了，佛不是这个意思，佛这样讲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经典里面也有啊，也有很多佛弟子之所以不能解脱，就是误会佛的意思啊。所以要能够了解佛的真实意。那么你能够如理思维，一定是听佛说的嘛？啊，就如是我闻嘛，啊，我那不但是阿难是如是我闻，我听得很清楚正见啊。那么我亲自听佛这样说，
那么就算不是佛说的，这个还是佛说的，你辗转听到的也是如是我闻，佛弟子说的。那么之后你要对佛说的法要怎么样，要能够真实的理解，那么真实理解之后要如实的修行，如佛所说的，我闻的，闻说的修行，然后渐渐得如实之见，那这个就是闻所成慧啊，培养正见啊，啊，闻所成慧，啊，这个是思所成慧，这个是修所成慧，啊，这个是正所成慧，就闻思修正嘛，佛法的次第就是这样啊，啊，那么这个是有漏慧啊，这个是有漏慧。这个是有漏慧，这个是无漏慧。那我们都是从有漏到无漏了，那么你就可以得解脱了。啊，那如理思维里面，你要去知道这一本经的修行的宗旨跟理论，修行的次第跟方法。啊，然后知道了之后，次第行、次第学、次第道。啊，那么你明白了修行的宗旨跟理论。啊，他为什么这么讲？他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明白啊。那这个如是我闻之前，你要亲近善知识，要亲近佛，你必须要有什么？要有正信啊，就皈依三宝，就以佛。你都不相信佛，你怎么会去听佛的话？怎么会去听佛说法啊？你要皈依佛啊，皈依三宝啊，如来就是。至尊等正觉是啊，那么你要皈依三宝啊，那么只要是以佛为主，因为当时有很多修行团体，有六师外道，有婆罗门，那你只要皈依了其中一个，你不正信，你当然就没有正见啊。你只要不正信，正信就是你信仰的是啊如实知如实见的佛，你正信的是佛，那你如果不正信。不正信就是你信的是谁？信的是六师外道，信的是婆罗门，啊，信的是沙门外道，外道沙门，啊，沙门外道，啊，其实就是外道的沙门，佛也是沙门，啊，但你信的是外道，啊，信的是阿逸多，信的是富兰那，信的是婆夷陀、婆浮陀，信的是摩伽里，啊，信的是善若夷，信的是尼犍子，啊，或是信的是婆罗门，那么你如果不正信，你当然就不会有正见，因为他们讲的跟佛讲的不一样，啊，他们讲有些是讲没有善恶业报的，啊，比如说像这个阿逸多唯物论的，没有善恶，没有业报，没有轮回，没有凡圣，没有解脱这件事，你信了，你怎么会求解脱呢？唯物论的死了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没有解脱，没有凡，没有圣，死了就死了，活的只是偶然。那死了是必然，那死了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投胎轮回这件事。你信了不正信吗？你信了，你怎么会去求解脱呢？都没有解脱，你相信没有解脱，你怎么会去求解脱？啊，那这个比如说啊，这个富兰那无因论的，啊，无因无缘随机的，你解脱并不是你用功得来的。像莫切里是讲宿命论的。谁能解脱，谁不能解脱，什么时候解脱，那个都一开始就设定好的，程式设定好的。所以你精进无功，淫乐无害，你放逸也没有什么，也不会造成你比较慢解脱，你用功也不会让你比较快解脱。所以你用功干什么？啊，所以如果你信了，那你就是不正信，你就没有正信嘛。你先相信他们，你就没有正信，你不会去听佛说什么，佛说的道理你也不信受，所以你就没有正信，你就没有正见，没有正见，这个叫正见。那一正见再起正思维，那么在如说修行就有正与正业正命见，啊，正与正业正命，你看这佛法它就是这样啊，正与正业。正面啊，就有戒，然后有正念正定啊，就有定啊，然后正精进，正精进，正与正业正命正念正定啊，
那么这正精进，然后你就能够如说修行，然后你就是知道啊，那么如是因如是果，去观察在哪里观察，在六路处，在五蕴上做观察，离我见断我爱，那么你就能够得如实之见，那你就有什么，就有无漏慧啊，就八正道嘛啊，那这个是佛法的一个纲要。那如果你没有，那当然你没有办法啊，你信的这个是沙门婆罗门的，他们讲的跟佛法讲，佛法是一八正道，乃至于你比如说啊，提婆达多在佛陀晚年的时候，七十几岁的时候，别立无法是道。提婆达多本来是佛弟子啊。好，那么你信佛弟子也就等同信佛，但是提婆达多后来起烦恼，提婆达多自己也没有解脱，他别立无法是道。啊，他强调苦行，他奋少衣，树下坐，常起食啊，这个是头头行的嘛。但是他以这个为正确的修行，他告诉佛弟子，八正道虽然可以解脱，但也很难得解脱。我告诉你一个比八正道更快、更容易解脱的方法，速即得解脱。怎么修？无法啊，你就修苦行啊，不吃鱼肉、乳肉啊，就是好的东西不吃啊，不吃鱼跟肉。鱼肉、乳肉、盐啊，这些蜜，这些当时都是很好的东西，比较高级的享受了，所以他不吃啊。菩提陀都不是吃素哦，很多人后来就误会啊，不吃鱼肉那个是吃素，那个是提婆达多的，不是提婆达多不是吃素，他是吃苦，鱼肉、乳肉、盐这些都不吃啊。这个当时外道苦行也是这样子的啊，那么他不吃。而且他不穿好比较好的衣服，啊，他不住比较好的房子，他树下住，他不去应供，他乞食，而且乞食的给他太好，他也不要，他修苦行，他说这样速即得解脱。那佛法并不是因苦得解脱的，佛法是知苦离苦得解脱的。真正不能解脱的是你的我见我爱。啊，所以你要依断我见我爱为主，而不是让自己受苦。那个是倪建子讲的嘛？如果你相信倪建子的，那么你就一直受苦嘛，一辈子受苦嘛，苦尽业就尽嘛，业尽就得解脱嘛。可是佛法讲的苦尽业不一定尽，要烦恼尽业才尽。那烦恼里面有很多，烦恼里面最主要就是无明贪爱啊，就我们之前讲的无明跟贪爱，无明不断，爱结不尽。无明不断，爱结不尽，啊，这个此生灭啊，那么还受凡夫受身，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，这个是佛说的、啊。那你要信啊，你不信，当然你就不能得解脱啊，啊，所以你基本上佛法里面啊，我们是还有一节吗？好、哦、啊，好，那。这里说到啊，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啊，再下课。这里说到啊，这个啊，众生罪报故堕恶道中，无量劫尚不闻啊，不是讲到这个第十四个，我讲到哪里？我讲，他说为什么佛不来度呢？因为这个无量众生无量阿僧祇劫罪过深重，没有见佛功德，所以啊。那么不见佛啊，就是他没有福报了啊。他没有福报，基本上就是他见不了佛。他见不了佛，他就没有办法闻法。所以前面有讲嘛，就是说，因为世间有老病死，所以有佛出现在世间，那么为众生说法。如果没有佛出现在世间，你不晓得真理是什么，为什么会有生死？佛法就两件事嘛。我们为什么会有生死？因为我们在生死中受苦。我们为什么会受苦？因为我们有生死。我们为什么会有生死？我们如何可以不再生死而受苦？佛法就解释这两件事。好，我们先下课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看。所以他这里讲啊，他说假设现在十方有诸佛菩萨啊，那么那么多罪苦众生，为什么十方诸佛菩萨不来度啊？因为众生无量阿僧祇劫，罪过深重，虽有种种余福，而无见佛功德啊，所以不见佛啊。那么如记说啊，下面解释这个记，就是说佛虽然出现，但是这个要不要得度，基本上跟他的业有关系。太阳出现在天天都有太阳，没有眼睛的人看不到，住在地底里面的人也看不到，住在深海里面的也看不到，恶鬼也看不到，地狱也看不到。你说没太阳吗？有，可是他有障碍障住了啊。所以他说好福报未尽，衰罪未除却，就是说不见佛基本上主要有两个原因。一个就是你没有那个缘，没有那个业，没有那个缘啊。那么好福报啊，就是你没有善业，你也没有善缘啊，没有见佛的缘。你虽然有善业，但是你没有那个见佛的善缘啊，也没有啊，就是没有法缘呢 啊。那所以好福报未尽啊，就是没有啊，那没有成熟啊。那么衰罪未除却，那你的恶业跟恶缘，你的障碍没有去除。你虽然没有障碍，前面是说你虽然没有障碍，但是你也没有那个因缘。那现在你就算你有因缘，你的障碍障住了啊，你也没有办法。所以衰罪啊，就是不好的，好的跟不好的，那么福跟罪啊，它是相对说的啊。那么你没有那个见佛的因缘，你又有那个不能见佛的障碍啊，那么所以我们叫做三障：罪障、业障、烦恼障啊。你有罪障啊，比如说三三二道；你有业障啊，比如说你看不见、听不见啊。那么你有烦恼障啊，那么你看得见、听得见，佛就在那里，你就是起烦恼，你不愿意，你四肢变聪，你不愿意啊。那么也是这样的。现在不能见大德有利人，所以你就不能见佛。大德有利人就是佛了啊！大德诸圣人心意无分别啊！那么佛其实是对一切众生没有分别，众生对佛是有不同层次的分别。佛弟子见佛啊，佛弟子里面也有分，提婆达多见佛，阿难见佛啊，舍利佛、目犍连见佛，那个心是不太一样的啊。那么这个外道见佛啊，那么跟佛弟子见佛又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见佛的心有种种的差别，众生见佛的心有种种的差别，但是佛见众生的心是没有差别的，都是要利益众生的。提婆达多想要害佛，阿难啊，非常的恭敬佛啊。那么舍利佛、目犍连啊，非常的尊敬佛。那佛弟子里面啊，有的对佛的信心也不等。那外道有的不信佛，那有的不但不信佛，还恨佛，还想要害佛啊，也有很多的啊。但是佛想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心等无差别啊，所以佛曾经跟阿难讲：“阿难，你要知道，我想要利益提婆达多的心啊，就是他哥哥嘛，跟我要利益罗诃罗的心都是一样的啊。那我们刚才说要写一个，还没有写，哇，写到忘记了啊。诸佛非以谁习罪啊？啊，刚才写的时候说要写，忘记了。就是佛虽然想度众生，但并不是说啊，你见佛，那么佛想要利益你，你也见到佛了，佛也想要利益你，那么你就可以得度，不是的啊。我们说过要经过文思修正，诸佛非以谁习罪啊，亦非以手除众苦啊，不是他把手放在你头上加持你放光，那么你就能够花开见佛悟无生。没有的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你见到佛，然后
在佛的光明下，你就可以花开见佛，悟无生，不是这样子的啊！亦非以手除众苦啊，不是你在佛前啊，因众的忏悔，不是说哇，我认错了，我在佛前忏悔啊，希望佛啊消除我的一切罪业，然后你的罪就可以消除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可以，佛很愿意消除你一切的罪业，并不是这样啊！你今天去杀了一条牛。然后去跟佛忏悔，忏悔佛赦免你杀牛的罪，佛同意，牛不同意啊。你要知道啊，我今天打了你，然后去跟我的师父忏悔，师父，我刚才打了我的一个师兄弟，请你原谅我。我师父，我原谅你，但是我师兄弟不愿意啊。那不会因为佛，你又不是去打佛，你去请佛求得原谅。不是啊，各有业啊。佛不会怪罪你，但是你的业会有，你杀牛的罪，你打人的罪，你骂人的罪会有的。这个大力鬼起嗔恨心，打了舍利佛，舍利佛在那边打坐嘛。这个大力鬼看到舍利佛起了嗔恨心，打了大力鬼一拳，舍利佛会怪他吗？舍利佛不会原谅他吗？会啊，舍利佛会原谅他，也不会怪他。但是这个大力鬼就下地狱啊，有没有罪？有啊，穆建连被这个慈善外道打到快死掉，穆建连也不怪他，而且还告诉他们的弟子不要报复，他也原谅他，他也不怪罪他。这些慈善外道有没有罪？有啊，不是啊？那你现在造了很多的业，然后你请佛忏悔，跟佛忏悔，叫佛原谅你的罪。那你的罪就可以除灭，甚至念了一个什么佛告诉你的咒啊，其实这个都不是啊，念了一个什么咒，念了一个佛的名号，念了佛的经典啊，然后你这一些在其他众生造作的罪就可以消除了，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啊。那但是我们现在都这样觉得，没有，不是哦啊，诸佛非以水洗罪，亦非以手除众苦。甚至不是用经，一部经，一个咒啊，那么一个佛名，都不是这样来除罪的啊。那么一个忏啊，我们现在佛教界的四大法门嘛，念经、持咒、念佛、拜忏，好，那都不是这样就可以除一切罪，不是的，并不是，而是你从经中明白道理，修戒定位。从咒中安定你的力量，那么去咒，其实重点咒其实很多种啊，这个我们后面还有讲到咒的再来讲啊。那最重要就是你能够让你一心安定啊，相信佛。那相信佛之后啊，那么去了解佛法，那么佛名对佛产生信用，去了解佛法啊，依这尊佛信佛的开始啊，那么。安定，那么心产生安定嘛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那么去了解佛说的法，那么心有安定，心有信心，这个是彻发心愿嘛？向佛学习的心嘛？那么佛学习的心就是什么？都要了解到法，那么忏就是认错改过啊，知道你在哪里造错，知道你为什么造这样的罪，起什么烦恼。那么在佛前发愿，忏最重要就是发露，佛是你最尊敬的人，你向你最尊敬的人，在他前面发露，我禀告世尊，我犯了什么样的错？那么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向世尊承诺，我未来不会再犯错。你有郑重的承诺，那么虔诚的要改过。并不是佛赦免你的罪，那你说，那我们还跟佛忏悔做什么？因为你骗不了佛，你也不敢骗佛，你也不会骗佛，你也不能骗佛。你真诚，你有没有真诚？你真诚的在佛前发露你做罪什么时候？你明白认错，你也承诺要改过，你真诚的认错，坚定的改过，那你在佛前有这样的誓愿，这样你才会有力量。我未来不会再犯错，你该受业报，你也不会怨悔，你也知道佛不能消你的业，
但是因为你在佛前有这样的承诺，所以你就有力量，你就有力量离恶向善，离欲向上，离烦恼向解脱，它是这样的作用。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变成哦，我拜了一部忏，我过去造的业一笔勾销，因为佛的力量，佛不能灭你的业，不要说灭定业，不定业它也不能灭。啊，但是定业一定要受报，佛即使教导你，他也不能免于罪苦。但是不定业的话，就是还没成熟，你听佛的话，可以让他不成熟，不受报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们一定要明白佛法，不然啊，你会盲修瞎练啊！啊，所以诸佛非以水洗罪，亦非以所除众苦。好好写错，亦非以所除众苦，有罪才有苦啊！因为有罪业，这个是罪业，罪就是罪业啊，那么就会形成苦啊，就我们叫罪苦嘛啊。非将所证迁移他。不是佛修行得到的智慧福报都可以给你，没有，如果可以给他一定会给，但是不能给啊。所证佛所证的功德迁于他，就是转给你啦啊，就像我们的转账一样啊，转给你啊，迁于他，不可以就这样转给你。我们的回向就有一点点类似像这样，但这个不是回向的真理，回向不是这样说的，但是我们把它误会了，不解如来真实意啊，啊，就是一文解义三世佛焉啊，真的是这样啊，你误会佛所说的，非将所证迁移他啊，是法性义令解脱，他只是告诉你这个法如此如此，如是因如是果，有因有缘世间起，有因有缘世间灭嘛，那因缘在哪里？在心，在业啊，是法性义，告诉你如此的道理啊，令解脱。你要这样做，你要这样做啊。那么这样做可以达到什么效果？那么你这样的苦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？那么你必须得这样做，你才能够除掉这个苦。为什么啊？讲这些，那你要理解啊，你要明白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要不断反复的告诉自己。好，所以他这里讲，他说大德诸圣人心意无分别，那佛跟阿难讲，我要利益提婆达多的心跟要利益罗诃罗的心是一样的，提婆达多是要害他的人，罗诃罗是他的亲生儿子啊，啊，但是他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是一样的，心是无有分别的，慈悲一切人啊，一时令欲度，如果可以一时都让这些众生得解脱，佛一定会做，但是佛也没有办法啊，所以叫做不灭因果嘛啊，所以啊，那个这个在《杂阿含经》里面啊也讲到，有讲到说，那即使如果佛真的是要度一切众生的心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佛大部分的时间？佛不是有平等心吗？佛不是心平等要度一切众生吗？那如果佛心不平等，那佛跟凡夫有什么不一样？如果佛心平等，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？是怎样？佛多数的时间都为比丘尼讲，就那弟子讲，那么少数的时间为在家优婆塞优婆夷讲，那么只有极少极少的时间才为外道沙门外道跟婆罗门讲，那这样佛心有平等吗？不平等啊！啊，这个《杂阿含九一五经》就有一个叫做刀师寺的聚落主，就是村长啊。那么他是信弥见子的啊，就是外道。那么这个弥见子是他师父，他就说，他就教他啊，叫他是你去佛那里跟佛问难，你就问他啊。那么你是不是要？你是不是心平等要利益一切众生？如果是啊，那为什么你没有真正的平等利益一切众生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佛多数都是为弟子说法，少数为在家优婆塞优婆夷说法。那么佛为外道说的更少，为那些沙门、婆罗门、外道沙门以及婆罗门说的更少。
那你不是平等要利益一切众生吗？那明显你对这些沙门外道，因为他就是佛手中的佛口中的外道啊，啊，那么你明显不平等嘛，因为你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度你自己的人啊，那外人你就不度了，那你哪有平等心？没有平等心啊，啊，那所以你看他就这样去质疑佛，那么他来了就跟佛这样问说。说你是不是啊，时时的都想要利益一切众生？佛说是的，啊，我时时都想要利益一切众生。好，他就问嘛，那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我们所见的，你并没有利益一切众生啊，你都是利益你自己的人啊，那你不平等啊？佛说啊，我问你，如果你有三块田，三块地啊，田地啊，一块很肥沃。啊，一块普通，一块很贫瘠。你有很多种子，你要先种在哪一块田？那当然种在肥沃的田啊。为什么？它容易长成，容易结果啊。那么中间的田，如果还有剩余的，就放在中间的田；如果还有剩余的，就放在比较贫瘠的田。那也是这样啊。佛要度一切众生的心都，你是不是希望每一颗种子都能够发芽，都能够结果？你播种的心。一定是希望每一颗种子都能够发芽嘛？你不可能说哦，这边的种子我喜欢，这边的种子我不喜欢。没有，你对待这个种子的心都一样的，都希望它最后都能长开花结果，而且每一个果实都很甜美，是不是？是啊。但是你为什么这些种子就撒在那个田，这些种子撒在那个田呢？啊，那因为你种子很多，你总是你照顾的时间也有限嘛。啊，所以你不能所有的种子都放在那个田里面，所以他说他就跟佛就给他举两个譬喻嘛，一个譬喻就是你的田不一样嘛，就是众生的善根、善业、善缘不一样，啊，善根、善业、善缘是不一样的。那么你同样的这个时间，同样的努力，那佛也不能一时化现无量身，然后度无量人啊。那么何况这些人还不一定信受，所以他只能针对他只度，就是我们说佛就三种，佛要度一切众生，但是有分层次，善根成熟的他佛会去找你，佛一定会去找你，要不然就会跟你不期而遇，要不然就会等着你去找他，因为他知道像须跋陀罗，佛就在家居士那等着他来找他，入涅槃前等着来找他啊，像五比丘啊，像这个三迦摄，佛亲自去找他，因为他知道他善根成熟，佛去三迦摄，佛去找他。这个大迦摄，佛也去，但是跟他不期而遇。啊，那这个须跋陀罗，佛就在居士那等他。啊，那一定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他善根成熟了嘛。啊，那所以。那善根不成熟的呢？啊，佛就让他成熟。像有一些佛弟子也是这样啊，成熟。那没有善根的呢，只能种善根而已，就好像三块田一样嘛。啊，那佛又给他另外举一个譬喻，不是不平等啊。如果你要舀水，你有三个容器，有一个容器也不破也不漏，有一个容器啊，那么没有破，但是有一点漏，有一个容器。又破又漏啊，所以你舀起来的时候会漏，但是还是可以放一些水，啊，那你会先在哪里装满水？当然在那个不破不漏的地方装满水啊。然后还如果还要呢，就在破但是不漏，所以它只能装一半嘛，破了它只能不破的那个地方装水嘛，不然都会流下去嘛，啊，所以不破就是破但不漏的这个里面装水。啊，你再装，那你如果还要再装呢，就只能拿那个又破又漏的，至少也得一点啊。啊，那至少会漏，但是他先用那个嘛，啊，就是他也可以装一点点啊。啊，所以一样嘛。那佛为众生说法，平等心为众生说法，但是先后次第，依他的善根，依他的善业，依他的善缘。啊，因为佛要度众生，佛一定是具足善巧的。要度众生，第一个众生要有善业，没有善业，他有障碍啊，他有业障啊，他有报障啊，他有报障啊。那么要有善缘，啊，没有善缘也不能得度啊。
那要有要众生要有善根，没有善根，佛即使为他说，他不但不信佛，而且还要回谤佛，啊，那么这样的障碍生，佛当然就没有。那如果没有善根，不回谤佛，不回谤佛，那么就先种下得度的善根，其实是这样的。所以就跟这个村长啊，刀师是俱乐主讲说，佛其实是平等要利益一切众生的，就像这里讲，慈悲一切人，一时令欲度，但是依据众生不同的善业、善根、善缘，善根成不成熟，善业具不具足，善缘啊成不成就，那么差别得度跟不得度啊，所以众生福德熟啊，就善业成熟了。智慧跟毅力啊，善根成熟了，啊，若为限度缘啊，那么他跟佛啊就有得，他有依佛得度的因缘，有些不是依佛得度的，有些是依佛弟子得度的。很明显，像比如说像城东老母，啊，城东老母就是依这个阿难得度的。那有一些并不一定是依佛，啊，那这个像阿那律。阿那律虽然是依佛啊，那么可以证道啊，做弟子，但是最后还是在舍利佛的这个帮忙下啊，那么突破那个障碍的。比如说禅陀比丘啊，就是车尼，那么佛入灭了，他都还没得解脱，所以他最后是依阿难得度，但是是依佛得出家的啊。那么有很多不同的因缘。比如说二十一尔好像是也是二十一尔，基本上是依佛得度的啊。那么就是有一些是依佛得度，也就是依佛弟子啊，不一样啊。那么所以若为限度缘啊，就这个得度的因缘具足了啊，就跟佛有善缘，那么即时得解脱，那么就可以依佛得解脱啊。那么譬如大龙王。那么随愿与众语啊，这龙王有兴风造雨的能力啊，他什么时候要下雨就什么时候下雨啊，类似像这样，罪福随本行啊，你的善业、你的恶业就形成你的罪报、你的福报啊，基本上是这样，恶业就形成罪报，善业就形成福报，随着你个人本行，就是你过去的业。依你过本行就是过去的业嘛，啊，过去的行为啊，过去的业行业，依过去的行业而有现在的罪福，依过去的善恶业而有现在的啊苦乐报啊，其实是这样，个个如所受啊，个个都依自己的善恶业而受罪福报。那么你能不能得度也是一样，所以。假设你有这种善根，那么你就会依善根得度。所以正见真上者不堕三恶道。所以般若经就强调这个道理哦。般若经就强调，你这一生努力的修学佛法，那么了解佛法，见法就见佛，但见佛不一定见法哦。见佛不一定见法，但见法一定见佛。你跟佛最深的因缘就在于你体会佛法，甚深的佛法，这个是最主要的信佛，是从根本上相信佛了。它不是仰信，不是那一种很表面的信，它是很深信啊。所以当你甚深的理解这个佛法的时候，你不用发愿生到有佛国土，你不用，你自然而然依业，你跟佛有缘，因为你对于法的善根这么深厚，你有这个法缘，你就有佛缘。有佛缘不一定有法缘哦，但是有法缘一定有佛缘啊。所以从一佛果，你不用发愿我要生到有佛国土，你不用，自然而然此生灭寿命中哦，从一佛果至一佛果，常持诸佛，不离于佛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见佛的因缘啊！而且你一听到般若，你就能信受。那么如果没有，你是建立在那一种仰信的状态下，
你也有见佛的因缘，但是你即使见了佛，你不一定闻法，闻了法不一定信受。像第一个见佛的是谁？第一个见佛的，第一个佛成佛之后，菩提树下成佛之后，第一个见佛的人啊，是两位这个来供养他的啊，这个在家的啊。那么因为佛成佛之后，他很多天没吃了嘛，啊，所以啊，那么两位在家人，但是这两个也没有，只有皈依而已啊，他也没有得度，没有。然后佛之后从菩提树下要去鹿野苑的时候啊，那么最先见佛的一个出家人，一学优陀啊，他见到佛顶礼佛之后，他也没有得到利益，因为他不相信这么年轻又没有师父，他问佛嘛啊，那么你的师父是谁？佛说我没有师父，我是自己得解脱的。这么年轻出家不久又没有师父，你说你得解脱？他不相信，所以他也没有见法，也没有闻法。他见佛，但是不闻法，也不见法，啊。那么这个两个这个在家中，啊，那么他见佛，但是他也不闻法，他皈依而已，啊，他二皈依，他也不闻法，也不见法。你看见佛啊，啊，那所以并不是你见佛你就可以见法，但是你见法你必定可以见佛。啊，那么这个是不一样，所以般若经就强调这个道理哦。我们一定要在缘起无我的道理上反复的学习，反复的学习，而不是天天意念着啊，我要到有佛国土，我要去亲近哪一些佛。不是，重点在你对佛法的善根成不成熟，而不是你能不能见到佛。当你的善根成熟的时候，我们说。不是佛来找你，像佛去无比丘那里，去三迦舍那里。三迦舍那个时候是外道啊，拜佛外道啊。佛知道他善根人手，去找他，三迦舍都得度啊。要不就是佛跟你不期而遇，像大迦舍；要不就是佛就在那边等你来见他，像须跋陀罗。那么你都能够因佛得度。啊，那么这个才是重点，因为你善根成熟，你善根不成熟，就算你随时在佛身边，你也不能得度，像禅陀，但禅陀后来还是得度了，啊，那但是那个时候他善根不成熟，还是不得度。阿难虽然证出果，但是还在佛灭后才证阿罗汉，啊，那所以他有很多种差别，跟你的善根成不成熟有关系。所以菩萨利益众生。庄严佛果是为了成熟众生的善根，那我们也是要成熟自身的善根，我们才能够常持诸佛，终不离佛，才能够这样啊。这个是般若，所以般若很重视缘起无我的智慧啊。缘起性空就是缘起无我，那么你要时时理解这种佛法，这个才是。如果你时时都念法，那个就是时时在念佛，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。所以他说啊，这个有善业，众生福德手；有智慧，众生根利益力；有善根，若为现度缘。有善根成熟了，有得度的因缘了，有善缘了，善业、善根、善缘，即时得解脱，具足。啊，那么。譬如大龙王啊，随愿啊，与众语，罪福随本行，个个如所受，个个都随业受报，依缘的深浅有跟无，那么得利益啊。所以依心依业依缘啊，基本上是这样的。好，再来看，若自有福德智慧，因不待佛度啊。那又问了、啊，假设自己有福德有智慧，那么这种人佛能度？那么没有佛德，没有福德智慧，佛就不度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自有福德智慧就不等待佛度了，啊，就好，他就回答。那他们说，那你说自己有福德智慧，那就不需要佛了，自己就得度了。好，解释这个问题。他说，这个福德智慧
都从佛的因缘处。如果佛不跟你讲，你怎么知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要造什么善业，什么是善业，什么是恶业？佛出世第一个啊，比如说在印度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业，什么是报啊？这一些当时是各个说法，没有一套标准的啊。你杀生祭神啊，你说是善业，佛说是恶业啊。那所以啊，那么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那么如果你不知道，你怎么会成就善业呢？怎么会成就福德呢？那么你知道智慧，基本上就是知道善恶业，知道怎么样得解脱。你不认为有生死有解脱啊？那么就是没有凡没有圣，那你怎么会求解脱呢？那你不知道有因有缘，世间起有烦恼有业，所以才生死。那烦恼是我见我爱，你不知道，你怎么会去断我见我爱呢？所以你的善根从哪里来？佛如果不说，你怎么会有智慧？佛如果不教，你不信，你怎么会依佛所说而得到这个真实的福报啊？没有啊！所以若佛不出世，诸菩萨以十善因缘是无量义，后世罪福报种种因缘教导啊。那么他说自有福德从哪里来？就是佛菩萨来的。那么菩萨假设他还有一种啊，就是说他这里讲啊，那么前面他说如果自己有福德智慧，那就不等待佛度了。好，但是他这里讲先讲啊，这是如果佛不出世，先从这里讲。如果佛不出世，那么菩萨，因为佛不出世还有菩萨教化，要成熟众生善根的菩萨会教化啊，并不是没有佛就没有佛法，不是哦。佛灭度了，佛不在啊。所以佛有讲，我虽然灭度，但是你们依着我的法修行，就等同佛还在啊。那佛还没，佛灭度了，你依法修行，把佛的法传播下去，如同佛在啊。这个《金刚经》《般若经》也是这个意思啊。此经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啊，一样是这个道理。那这个大圣经典也是强调这样啊，佛虽然已经灭度，但是你依着佛所教的方法一直在受持，就如同有佛。佛虽然还没有出世，但是菩萨以这个十善法四无量心啊，四无量义其实就是四无量心啊。那么这个教众生持戒啊，布施持戒啊，那么四无量义有时候平等啊，就是平等的四无量心，是重点是平等的利益一切众生啊，慈悲喜舍嘛啊，平等的利益一切众生。后世罪福报就是告诉到众生，那么你现在造的业都有可能形成你未来的罪跟福，就是苦跟乐了。那么种种的因缘教导啊，那这里啊。那就是教导啊，种种的因缘教导。若无菩萨，有种种经中说，人得此法，行福德因缘啊。那么这个他先讲这一个，后面再讲啊。那么没有佛，其实是不能啊。佛不出世，众生其实就好像没有阳光，看不见真理啊。所以他像世间的人，很多不信佛法的人，他认为的善业有时候其实是恶业。像我们杀生祭祀，印度也是常常都做这个啊。佛跟他讲，你这样其实是背道而驰，就是你想得到福报，结果你做的越多罪业越重。你杀越多生嘛，你要祭天嘛，天人又不吃，那是那些众生的杀业你要担，你要受啊，你会短命多病，你会下三恶道啊，你想升天的反而下三恶道了啊，所以叫做背道而驰嘛。那有一些是无依无力的，你在恒河里面沐浴，希望能够灭一切罪，你向河中祈祷，希望天神赐给你福报，这些都没有毅力。虽然也不会因为这样堕恶道，但是增长愚痴，愚痴业就会让你堕畜生道，还是会的啊。所以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啊，苦行啊，比如说长时的苦行啊，虽然也很刻苦，虽然也很精进，但不能够因为这样就让你得解脱
啊，所以如果没有佛，那么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。所以他这里讲，人虽有福德智慧，若福佛不出世，是世界中受报，不能得到。你的智慧不是真实解脱的智慧啊，你的福报也受得有尽啊，不能得到啊，除了辟支佛之外啊，辟支佛因缘成熟，没有佛出世的时候也可以得到。那么如果一经典讲，在这个世间除了像舍利佛或是大迦叶这一种，那么其他的人，那么如果没有佛出世是不能得到的啊。若佛出世乃能得到，是为大也，是能够真正的大利益一切众生啊。那么辟支佛就是没有佛的时候也得到的啊，其实是这样。那这个有一点，比如说那归咎起来，那么有些还是因为有佛，即使释迦佛都是因为燃灯佛过去的佛，那么他渐渐累积的。那么辟支佛有时候是三国的圣者，不是三国，二国的圣者一次的人天之后他再来做人，升天之后再来做人，那个时候没有佛了，但是因为他善根成熟了，他也会在没有佛的时候得到啊。你证二果或证出国的人，七次人天往返，七次之后再来做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佛了，没有佛法了，也没有佛了，但是他依各自的善根，他就叫辟支佛啊，出国二果的圣者。那三国就不来了，三国在五不还天自己就证涅槃了啊，那五不还天也不一定有佛啊，但是他就在那边度涅槃了，就那边得到了啊，但是还是要你的善根成熟了啊。然后譬如人虽有目，人虽然有眼睛，但是太阳不出来的时候没有光，很暗，你也看不到啊，要须日明得有所见，不得言我有眼何用日为。你不能说我自己有眼睛，我不需要太阳，我不需要光明。人要见东西，除了自己的眼根没有坏掉，那个东西在最重要就是要有光，没有光线很暗，你眼睛没有办法见到那个东西啊。所以人能够见基本上就三个嘛，一个东西在，有东西，但是你能够见东西最主要就是两个因缘，一个你的眼根不坏，你的眼睛是好的不是坏的，第二个要有光线，没有光线你也见不到啊。那你不能说我自己的眼睛好好的，我不用光我就可以见到，没有，在暗中你见不到啊。所以如佛说恶因恶缘能生正见，从他闻法，这个他主要是佛，当然佛弟子也是啊。第二个内自如理思维啊，你看就这样啊，你内自如理思维就是自己的善根，所以如理思维很重要啊。所以佛弟子问啊，有人问啊，就是说你业，你苦从业来，业是苦是因为生死嘛，生死是因为业嘛，业是因为烦恼嘛，烦恼是从哪里来？从我爱来，贪爱，贪爱从哪里来？贪爱从无明愚痴来。那无明从哪里来？无明从不如理思维来啊。所以啊，那不如理思维其实很重要，内自如法思维啊，如理思维啊。所以闻法之后，正见要有正思维，正思维会巩固你的正见，正见会引发你的正思维。那有些人虽然有正信，听佛说法有正见，但是他不如理思维，所以他的正见就变成邪见了。比如说夜魔家，比如说夜魔家比丘也是这样啊，比如说阿离乍比丘啊，那么听佛说法之后啊，那么一个说五欲不是障道法，一个说阿罗汉灭后更无所有啊，那么佛的正见到他那里变成邪见了啊，他不如理思维啊。那福德是故能生善心，立根智慧故能如理思维，如法思维啊，以是故知从佛得度。好，不能说那我自己有善根我就可以成熟，我不需要佛，不是的，都是依佛得度的，依法得度啊啊。那你有善根啊，但是佛不说你的善根啊，没有办法进行如理思维。好，所以啊，无明来自于不正思维哦啊，无明来自于不正思维啊。好，
那么总结如是等种种多有为错，因为他这里在批评评判部派里面的佛陀观，其实很多都不是正确的啊。那么所以单单这个佛的很多观念都是啊不有违正理的啊，都是有为师的，有过错的。那么还要做般若波罗蜜论义啊啊，那么不能复广论于世啊，不是，他是说现在还要讲般若波罗蜜的一些道理啊，所以没有办法啊，再讲很多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到这里啊，这个第四卷啊，一卷一卷不是一品一品啊，一卷只是当时的这个纸就这么大张，那么写到这张纸完叫一卷，那后来卷起来的嘛，啊，那现在我们是一册一册的啊，那么所以它一卷一卷跟它的段落没有关系，跟那个章节品目没关系，它并不等，以前是第几品第几品啊，那第几章第几个段落，所以这个段落还没完啊，但是它就是啊，那么这张纸写到这里完了，好，那么但是这里啊。它也是一个段落啊，到这里也是一个段落了。第四卷、第五卷开始啊，解释摩诃萨埵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啊，第132页啊，前面解释啊菩萨，那这里解释摩诃萨啊，解释菩萨，解释佛啊，因为之前是解释菩萨摩，因为经文叫做菩萨摩诃萨嘛。啊，那前面解释菩萨，解释佛，啊，那这里就解释啊摩诃萨，啊，我看他是从哪里开始解释，啊，什么叫做菩萨，什么叫做摩诃萨，啊，啊，就菩提萨埵嘛，啊，前面解释菩萨，啊，那这里就解释摩诃萨，好，那因为菩萨啊，就是发心要成佛的叫做菩萨嘛，然后又开始解释佛，好，好，那现在来看，什么叫做摩诃萨埵？啊，前面叫做什么叫做菩提萨埵啊？菩提萨埵在104页啊，就是这里解释什么叫做菩提萨埵，那这里就解释什么叫做摩诃萨埵啊。104页有云何名菩提萨埵啊，就是何等名菩提，何等名萨埵啊。那这里就解释是云何名摩诃萨埵。好啊，那你可以对照看啊，这个大心啊，这里是大勇心啊，那摩诃者大。萨埵者名众生啊，那菩提萨埵也是大心众生啊，萨埵名众生或者大心啊，你可以对照看的啊。其实摩诃萨就是啊，比菩提萨埵啊更老修行啊，更新，就是修行更久的啊，久修行的菩萨。好，摩诃者大啊，萨埵名众生，此后名永心啊。其实这样的解释跟菩提萨埵的解释也是一样的，跟菩萨的解释差不多一样。此人心，这样的人心能为大事，不退不还啊。他重点在不退不还啊。那么如果讲萨埵的话啊，诸佛道功德尽力德，慈心啊，我们可以对照看的，对照104页看，他说其心不可断不可破，如金刚山，是名大心。那这里是讲。啊，不退不还，那其实也差不多啊，不可断不可破，啊，大勇心故啊，那就是这里说的如金刚山啊，其实也一样啊。他说名为摩诃萨埵，好，那他说摩诃萨埵的于多众生中最为上首，名摩诃萨埵。啊，那前面我们看110页，他又讲到有大誓愿，心不可动，精进不退，以三世名为菩提萨埵。啊，那这个也是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但是摩诃萨埵跟菩提萨埵有点不一样，就是摩诃萨埵在菩提，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叫做摩诃萨埵，就是菩提萨埵已经是这样了，但是在菩萨中的。更菩萨中的大菩萨啊，叫做摩诃萨，其实是这样。好，所以他这里讲啊，他说摩诃萨埵者于多众生中最为上首，名摩诃萨埵。
那菩萨其实也是在众生中为上首啊，但是摩诃萨又在菩萨中为上首，应该是这样。菩萨是众生中为上首，摩诃萨是菩萨中为上首啊，其实是这样啊。那多众生中起大慈大悲，成立大圣，能行大道啊。那么得最大处故，名摩诃萨埵。复次大人相成就故，名摩诃萨埵。啊，这个其实如果对照这个菩提萨埵啊，基本上有一些是差不多一样的啊。好，但是我们现在啊来讲，他说摩诃萨埵相者，如《赞佛记》中说，唯佛一人独第一，三界父母一切智，啊，以一切等无余等。啊，其所世尊稀有比。啊，那这个一切等无余等啊，下面有解释啊，无等名为佛啊，一切众生一切法无余等者啊，啊，就是世间众生亦无比啊，那么就是没有一切众生可以跟佛相等的啦，无与相等的，无余等就是没有人跟佛一样的。就只有佛啊，一切众生一切法无一等者啊，没有一样的啊，唯佛一人啊，是菩提心与佛相似，所以者因是果故，是名无等等心啊。这个是《大智度论》啊卷四十一解释的。好，其所世尊稀有比，凡人行会为己利啊，一般的人啊，那么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求报以财而己施啊，那么布施啊。那么基本上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了啊，那为了自己以后啊，那么可以比较好啊。那么佛大慈人无此事，愿亲正爱以等利啊，那就是对自己有利的他才去做，对自己没有利的啊，他不会去做。那佛不是，佛是只要对众生有利的，他都会去做啊，而不是考虑到对自己有没有利益。啊，那所以冤亲正爱就是平等啊，啊，冤亲平等啊，那么正佛爱佛的啊，那么以跟佛有冤、跟佛有仇的，佛都会想要利益他。那这一部经啊，我们稍微来看一下，这一部经出自这个《赞佛记》啊，不是这部经，这个《赞佛记》出自于，你看这本经叫做什么？《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》。那这个很奇怪。这一部经《大智度论》引用这一部经，因为这个是鸠摩罗什翻的啊，那鸠摩罗什比较重意义。那《大智论》的文中是不是有这一部经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现在找不到范文本。但是引用这一部经是有一点点奇怪啊，因为这一部经它里面说的一些道理是很。就是说，这一部经出现在我们先稍微讲一下，这一部经出现在南北朝的时代，啊，在就是鸠摩罗什在的时候，这一部经非常流行，当时南北朝也流行拜忏，啊，但是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拜忏，所以梁皇宝忏那个不是，梁武帝也做忏啊，但是不，现在梁皇宝忏当然就改过了啊，那么。这个当时南北朝流行拜两部忏，一部就是这一部啊，这一部忏啊，另外一部就是金光明忏啊，金光明忏也是很灵通的啊。那这一部经，这个叫做方广忏啊，那一般叫做方，有时候叫做方广灭罪成佛经。有时候叫做大通方广经，那叫做方广忏啊。那么这部忏跟金光明忏当时非常流行，但是这一部经被编入疑伪经啊，就是说这一部经它的内容跟它所说的东西，因为它里面我仔细去看了一下，它里面就是啊拜什么佛拜什么佛，拜祭拜佛拜祭拜佛，然后灭罪这样的啊，在当时南北朝是很流行的。那照理讲，这部经应该不会
如果依这部经的内容，我们稍微就是理解一下，就是说依这部经的内容，应该不会是在龙树时代就有的，是不会有的。但是《大智度论》里面引这个文完全一样哦，唯佛一人，独第一，三界父母一切智。就我们看龙树菩萨引的经典里面，我们去对照，有时候字还不完全一样啊，但是这个字是完全一样的，一个字都不差的。但是这一本经是有一点，就是你看在那个时代，而且武则天就把它判决到疑伪经里面，就是这一不是武则天，就是武则天那个时代的这部经被判到疑伪经啊，所以这部经本身有可能并不是在初期大圣经里面，但是这个大智论里面有引用，它有两种，一种就是罗什鸠摩罗什为了解释这一句话，那这本经在鸠摩罗什来的那个时代已经非常流行，所以鸠摩罗什一定有看到，那个时候是非常流行的啊。那么鸠摩罗什为了解，那么鸠摩罗什重意义嘛，啊，他有删减有增加，啊，他解释这个大智论，有一些东西他删掉了，因为太多了，他删掉了。但是他为了要解释这种道理，他有时候会把他看到的或知道的，他用来解释，啊，所以有可能，啊，因为这本经其实是会出现在大智论里面，其实是很奇怪的，啊，他这里没有讲，他只引用这个，啊。但是你如果仔细去查这一部经，啊，那么你会发现到，啊，那么引用这个部经是很奇怪的，就是龙树菩萨有可能，就是他有可能像这样的观念，因为那个是那部经很可能是后来把初期大圣有一些观念，那么他在编进来的，他组合成的，就好像说啊，《楞严经》，《楞严经》是把这个《阿含经》里面或《律典》里面。阿难跟摩登前有一个小布施，然后扩大来的，然后加进一些东西的，啊，那么也有可能是这样的，啊，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啊，这个龙树时代基本上这是原来的大智度论是啊，没有这个啊，如《赞佛记》这样的文，但是后来鸠摩罗什为了要让他更清楚，把它加进来。在他当时看到的啊，这个《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》，那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翻译的，也不知道啊。那鸠摩罗什看到了，然后把他原文摘进来的，也有，因为你会发现到完全是一样的字啊。那但是这一本经其实是疑伪经来的啊。那这个稍微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。但是就是啊，说《赞佛记》中说啊。就是这个是当时那些善见，就是那个善见王子以及战佛，啊，那么第五个，啊，能说法破自他诸烦恼，必能说法，就是摩诃萨啊。那么因为他这个是战佛记，那但是他这个不是，他这个是摩诃萨堕相，他只是解释，所以这个是佛的一个概念。但是他这个不是佛，这个是摩诃萨，但摩诃萨已经接近佛了啊，所以你说你在讲啊这个摩诃萨堕相，然后把赞佛的拿来说啊，那基本上他还不是佛，但是他已经接近佛了啊。但我们说引用这个记忆，其实是不是当有可能是龙树菩萨原文里面就有，有可能不是啊，就是鸠摩罗什用来形容的。好。那么第五个啊，就是说这个摩诃萨堕必能说法破一切众生及己身大邪见。摩诃萨堕当然就已经断自己的邪见了啊。那么大爱慢，就是这个都是大邪见，我爱我慢，就是我见我爱我慢啊。那么大我心等诸烦恼以及种种的烦恼，就是我见，这个是比较都讲大，其实就是比较根本的了。啊，我见我爱我慢，以及啊我心的种种诸烦恼能够破啊，这个叫做摩诃萨堕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好，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。
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